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有机会继续来研究加拉太书概论。在律法下，对，在基督里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四章三十一节，律法对应许，律法没有废掉应许。神以亚伯拉罕之约，希伯来文 Barit， 希腊文 Diatheke， 遗嘱。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是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属于应许、恩典、信心。神以摩西之约十诫，你要，你要，你要，属于律法、诫命、行为。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神以亚伯拉罕之约，应许赐产业，赐后裔，赐福，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后裔是单数，是指耶稣基督。律法不能废掉应许，不是凭律法，是凭应许。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白白的赐给亚伯拉罕。律法对基督，律法的功用显明神的应许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，律法是叫我们知罪，但我们是无能为力，无法自救。律法引向基督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只有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要把人引向基督，指向信心，指向恩典。律法指出基督的救赎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律法是信蒙师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先被律法定罪和处决，我们才会恳求基督的恩典和救赎。信靠基督得称义，信靠基督得生命，在基督里恩典与祝福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因信基督得救。对信主的人，神恩典的化身就是基督。基督来了，恩典来了，我们便不在律法之下。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在基督里承受产业，在基督里不分种族，不分阶级，不分性别，都成为一了。属乎基督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福音与律法的比较，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三十一节，前为奴仆对比，今为儿女。四章一到十一节，信靠耶稣叫人得自由，得儿子的名分。 A， 前为奴仆，人在律法下，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三节，耶稣道成肉身前，人在律法之下受管辖。主人之子在孩童的时候，受监护人、
及管家的管辖，而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也受管以世俗的小邪，直到议定的时候满足。 B 敬畏儿女，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，神差遣圣子救赎我们，时候满足，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救赎出来，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神差遣圣灵使我们成为儿女，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，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差遣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使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不再是奴仆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是后赐。西使徒的呼吁，不要倒退再做奴仆，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，从前不认识神是做奴仆，现在认识神是被神所认识的。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再倒回去做奴仆。加拉太信徒是因信得福，不是靠律法。加拉太书四章十二到十八节，以前接待如使者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也像你们一样。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因我身体有疾病，或是身体软弱，或是眼睛的疾病，但是你们没有轻看我，厌弃我，你们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耶稣基督。那时你们情愿把眼睛挖给我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反成为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地待你们，但不怀好意地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律法和信心不能并存，四章十九到三十一节，使你之子对应许之子，四章十九到二十三节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你的儿女从血气生的，另一个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凭应许生的。使你对自主妇人，地上的耶路撒冷对比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这都是比方。两个妇人就是两耶，一耶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下甲，是地上的耶路撒冷。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是属灵的，是我们的母亲。血气生的对比圣灵生的，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按血气生的逼迫按圣灵生的，但使你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，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。下甲的以实玛利逼迫撒拉的以撒，下甲被逐出，如同律法
让位给基督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从圣灵生的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是属自主父人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属天的切记。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